丢霸则回应，如果有小三还比较简单，今天如果是我王新正，我对丢妹动手家暴，外面有小三，当然事情就简单多了嘛，因为就是没有嘛，没有才事情搞得有够复杂嘛，你不知道怎么能有办法处理我嘛。丢丢妹老公家中地位零，全公司都知道，开唱福哥不及格的爸爸。丢妹有开新的频道，我很是错愕啦，怎么会是用这一种，哇，我就跟他去招楼，你怎样？公司最少还有80个员工啊，你拍拍屁股，一脸不屑，跑。那么叫卖海鲜起家的直播主丢丢妹3号被踢爆婚变老公王新正，打算切割丢丢妹旧名，改用本名李明山回归。她不甩婚变风波，在新开的粉丝团写道：“要拿得起放得下，才能活出精彩。接下来啊，我会继续当一个潇洒的女人，你们也会陪我一起前进吗？”要支持李明山的人，好、哦、啊，新台都开了，你们也很力挺，24小时追踪40000，你们都很棒棒。你说什么商标跟不商标？丢丢妹的这个品牌。他在公司上，我们公司是有股东的，他也认为说啊，搞不好这个东西品牌他已经都拿在他自己的身上了。没想到粉丝专业的最高的权限，从头到尾都是在公司里面。这个也不是说哦，我要拿过来就可以拿过来，我要把它推走就把它推走。周边的人也都知道了，我在家里的地位基本上是零的。我家里的不管2间房子也好，车子也好，哪一个不是李明山他一句话？我遇到了这些事情，我从11月初到现在，我有没有讲过一个字丢妹的不好？更正，有没有讲过一个字李明山的不好？我对于丢妹还是李明山这个人，我都是100%的，我也不想要去伤害他。我周边的人也不会伤害你啦，你周边的人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不伤害我啦。这句话是单独对这23000人的其中一个人在喊话的。哦啊，那个人是谁？就不用再我多说了哦，咱雄视野李明山哦，今天新闻也不是我炒的，今天新闻是福哥下去炒的。他新闻一开始是怎么炒的啊？王董玩牌屡劝不听，请问一下，我玩什么牌可以玩到李明山可以你用这种的方式来对我？王董，你亏空公司的钱去买毒品，你这种对我这种的指控真的是糟糕到了极点中的极点了、啊。你开始。哦，拜托那个，拜托，不管是卖海产的业务啊，还是卖牛的、卖猪的、卖鸭的，开始在那四处讲啊，我们因公司被斗啊啦，因公司被安啦。你用这种的方式，你对其他人，我觉得你是可以的。你把这种东西拿来用在我的身上，我讲实话，不是一个及格的爸爸。他爸爸讲了一句很好听的话：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罗马当然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是谁造成的？是你造成的。你要控，你只要针对我来控就好了。你不用四界范围讲小公平啊，那无效啦。丢霸则回应：如果有小三，还比较简单。今天如果是我王新正，我对丢妹动手家暴，外面有小三，当然事情就简单多了嘛。因为就是没有嘛，没有才事情搞得有够复杂嘛。你不知道怎么能有办法处理我嘛？我妈妈从小就跟我讲过一句话啦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看脸就看得出来了。啊，虽然你们看不到我的脸，你自己去想想就好。好了，我直接看一眼啦。喂，喂，喂。我说我今天的直播风格，我想要哀伤一点。你们冲欧邦啊！我说你外面要不要再加一个黄边？哪里敢要冲这個？我觉得不错啦，有 get 到我今天的风格哦，只是我不会想不开，我天生乐观远离水哦，咱雄视野李明山。